所以嫁嘴，他原本这首歌是有一点点，一点点怎么样？就是编曲有很多管乐很丰富，然后自己在玩 loop 的时候就把它编出了当这个版本，就是偏浪漫的感觉。嗯、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了，接下来要唱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大家知道后面还有两组很厉害的表演者，我是暖场嘉宾。有吗？大家身体有暖起来吗？今天蛮热暖。送给小地方，因为其实小地方，我因为小地方这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人，包括这边的负责人之一就是 Tyler， 然后 Tyler 有主持一个新的计划，但他们在小地方的发文有提到，就是小地方发文提到，还是 Tyler 自己的脸书提到说，虽然小地方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告别了，可是他们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跟大家见面。这首歌叫《山一直都在》，有想要讲的其实也是这个这样子的感受，就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好好的跟一个地方或是跟一个状态去跟他说再见，然后好好的重新累积一些能量，我们才有办法再重新出发。山一直都在，就是要跟大家讲，虽然现在很累也没关系，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因为三角点一直都在那里，那我们准备好再出发就好。所以我们叫山一直都在，希望大家会喜欢。
谢大家。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然后我是王慧竹，三个人是王无意智慧会建筑主持人的木子部，4月15号办李明大会在高雄的后台，然后我希望还有机会能够见到大家，拜拜。